来昨早起，这个大地震发生了后，有不少游客是调离往台鲁阁的方向，救援队嘛一路前进来救人，结果是救到来自瑞士的一家口啊四个人。因来台湾算拄到大地震，因嘛甲当时地震的画面甲摄落来，会当看到这个山壁突然间崩切，土石粉啊洋洋飞，美丽景色伫个刹那之间遭惊变款。美丽风景予营业土沙粉吃掉了，一家伙仔四个人是赶紧逃命。这是随随旅客到花莲的台鲁阁所碰到大地震，画面翕完了后，人所掉伫台鲁阁。When the earthquake was okay, it was the boulders coming down the mountains and the trees all breaking, and then we kept having tremors afterwards, and then the rocks would come down the mountain, so that was quite scary.个游客头一遍动着地震，是心惊胆吓，掉伫台鲁阁的一挂村，现场乱七八糟。见到我的家下也拢荡到西歪，商店内底布置也拢乱荡得个。我当中什么情况是出面安大，所有的旅客。我们这个馆内其实是很安全的，我们很庆幸现在还活着，因为这个路上其实是非常的。他们这次呢来旅行的时候，就是碰上了这个7.2规模的强震。那么刚刚搜救下来之后呢，赶快去洗了澡。那可以看到现在呢，基隆市消防局这边的特种搜救队已经在协助他们把行李给放上去，就是希望能够帮助他们平安的进行接下来的行程。我们要点名一下，等一下。救援队今日早起开始前往台鲁阁，一路上碰到未少状况。幸运的是，昨暗成功救出11位掉在内底民众，规路拢是沙土，也有大粒石头。幸好抢救了后，在救护洞也有冰棒坑附近，阁有43人掉在内底等待救援。阁爬起来，也有天上，甚至一路到主温，拢传出有人掉在内底。救援队是派出直升机飞到天上，大范围进行搜索。各地动员分头搜救，把握黄金时间，希望会当赶紧将所有民众拢救出来。Hello， 我是雷亚，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